channel 係啦。咁係公司有個新嘅 channel， 咁其實嗰個 channel 係就係放我哋一啲嘅 artist 咧，可以喺即係公餘嘅時間、未埋位嘅時間咧，即係可以同啲網民啊有多啲互動嘅渠道嘅。嗯，係啦。今次訪問係我同你，咁即係大家見到我同你都係諗聯想起唱歌、彈琴、吉他咁樣。咁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我都幾開心，因為而家我同你一齊去做訪問或者一齊去出啲 function 咧，啲人就會覺得係唱歌有關於音樂嘅。即係本身我唔係即係我唔係音樂出身噶嘛，咁但係我好中意音樂，我中意唱歌，中意彈琴。咁而家就因為你，我會多了一個俾人的感覺，就係我會唔應該咁講嘅，唔應該咁講嘅，係因為啲人中意聽你唱歌啫，而我只不過係一個人肉嘅卡拉 OK， 係啊，咁咧係咯，即係我哋好隨意咁樣可以俾啲即係啲聽眾啦。同埋我諗佢哋中意我哋好自然咁樣，唔會話我哋會唔會話好 official， 就出一個歌是由頭到尾很漂亮，反而是看到我們經常 jam 歌啊 live 去唱啊，即可能他們的網民會即他們想聽什麼，我們會盡量去就試一下唱他們的歌，又做到他們那個我不知道做到他們少少要求樣，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啊，多些交流的東西咯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平台是會好玩的。